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天黑了，宝宝们要乖乖的睡觉哦。先去看一看贪吃怪吧。贪吃怪要睡觉了，给他来一杯牛奶吧。睡前给贪吃怪喝一杯牛奶吧。找到牛奶这个瓶子，牛奶有助于睡眠。贪吃怪渐渐地进入了梦乡，在梦里慢慢地跟他玩一玩。有两个大风车，还有一个超级美丽的树。贪吃怪睡着了，晚安，贪吃怪。小顽皮的灯还亮着呢。小顽皮要睡觉了，可是他玩得太开心了，开心的睡不着。小顽皮，快点睡觉吧，不要玩这些玩具了，快帮助他把玩具都收起来。房间一点一点地安静了下来。抱着你的小玩偶一起睡觉吧。晚安，小顽皮。小雪球要睡觉了。小雪球要睡觉了，可是蚊子太烦人了，烦得它睡不着。这里有好多的蚊子，蚊子叮得小雪球睡不着觉。把这些讨厌的蚊子都拍掉。小雪球的身上被咬了好多的包，给上一点药水吧。小雪球渐渐地睡着了，给它拉上窗帘吧。晚安，小雪球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